加速度的切线与法线分量。我们假定一个物体在这个曲线的轨迹上面运动，那么在 T1 的时候它在这个位置，它在这个位置的速度是切线方向啊，速度瞬时速度都是切线方向 V1。 好， T2 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个位置它的速度是 V2。 因为我们要求加速度啊，一定要有两个位置两种不同的速度，你才能够求它求速度的时间变化率啊。那么我们要求加速度呢，就是求这一点的加速度，那么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参考点啊， T2。 不过这 T2 呢，无限的时间无限接近于 T1， 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如果 T1 的瞬时速度是 V1， T2 是 V2 的话，那么它时间改变，速度也改变，大小改，速度的大小跟方向都改变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呢再画一个图哈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平移过来，这个 V1 平移过来跟它平行哈，好，这是 V1，然后把 V2 也平移过来，把 V2 就画在这里。V2， 那么 Delta V 呢？ Delta V 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 Delta V。Delta V 是等于V2 minus V1 啊，这个就说 V2 呢是等于 V1 加 Delta V， V2 是 V1 加 Delta V。 好，现在我们说加速度是什么，加速度是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v over delta t 啊，就是这个量被 delta t 来除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加速度啊分成切线分量，切线分量就是这个，我们实际上要求的是这一点的加速度，切线分量是这里啊，法线分量就是跟这个切线垂直的方向的分量。好，那么我们画出来呢啊，把这个延长，把 V1 延长，然后啊，这个就是 delta v 的 tangential component， 这个就是 delta v 的 normal component。 我们把 v1 跟 v2 的夹角，很小的角，我们设定成为 delta theta。 好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分成两个分量啊，这个分量我们先写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， 这个就是 delta v tangential component 加上 delta v 的
normal component， 好，这里是 delta t。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两项分开写哈，它就是等于 delta t，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方向，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ut， 一个单位向量，跟它垂直的我们也给它一个单位向量，叫做 delta un。 于是这个就可以写成啊，就是 UT 啊，然后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vt over delta t。 这个时候它的方向已经表示在这里了，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打箭头哈，这个就变成存量，然后再加上UN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UN over delta t 啊。那这个呢，这个量啊，我们就称它叫做 AT，加速度的切线分量，方向在这里，这是大小，大小就等于这个，然后再加上 UN AN 啊，那现在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求 AT 是什么， AT 就是这一项啊，delta vt 是什么？ delta vt 就是这个长度，这个箭头，红颜色箭头这个长度，它等于多长呢？它是等于这一段减掉这一段，这一段是什么？这一段就是 v2 的 cosine delta theta 减掉 v1。 我们把 v2 啊写到这里来好吗？好，它就等于 limit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v2 cosine delta theta 减 v1 over delta t 啊，等于这个。那么现在是 delta t approaches zero， 时间呢，T2 无限的接近于 T1， 当 T2 无限的接近于 T1 的时候呢，这个向量越来越跟这个夹角越来越小，那就是什么 delta theta approaches zero 啊。那我们说当 delta T approaches zero， 那么delta theta也 approaches zero， 但是它不等于零哦哈。好，当这个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，那么 cosine delta theta two 啊 delta theta 很小很小很小，那么 cosine delta theta 呢？就好像趋近于 cosine 零度了哈，所以它就马马虎虎的等于一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分子 v2 cosine delta theta 减掉 v1 就可以马马虎虎的看成 v2 减 v1， 所以它就变成Delta V。 Delta V 是什么？就是 V2 的大小
与 V1 大小的差，就是速度大小的变化，速度大小的变化，不是跟方向没关啊，就是速度大小的变化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把 AT 这个时候啊，就可以写成 limit delta T approach zero， 然后这个就写 delta V over delta T。 注意啊，这个是存量啊，速度的大小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讲运动学的时候就是说过，这个就是等于 dv over dt。 dv over dt 是速度大小的变化的变化率啊，速度大小的变化率。我讲这话你一定要，我一再强调是速度大小的变化率啊，哈。那么所以我们就说切线加速度是有切线加速度，那么这个速度的大小就会改变啊，那么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就是 AT。 因此我们现在啊，先把这个写下来，我们说 AT 这个向量它是等于 UT 乘上 AT 啊，乘上 AT。 好，那么它就是 UT dV over dt。 那现在我们要记住切线加速度啊，它是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，因此它只管什么，有切线加速度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指点的速度大小就会改变啊。所以你就记得啊，切线加速度它专门管速度大小的变化，这是它的用途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 AN。AN 它是等于这个，前面我们不要这个。那 delta vn 就是这一段呢，这一段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所以这一段的长度呢就是 v2 的 sin delta theta 啊，因此它就等于 limit delta t approach zero v2 sin delta theta over delta t 等于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当 delta t approach zero 的时候，那么 delta theta 也 approach zero 啊，跟这个一样啊哈。我们说当也 approach zero 啊，但是它不是零哦，它是很小很小很小，无限的接近于零，但是它就不是零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 sin delta theta
这个函数值也趋近于零啊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零看待，你把它当零看待，那整个都没了啊，这个地方都没有了。它分子固然很小，它不是零啊， delta t 也很小，哎，很小的量被很小的量来除，不见得很小啊。OK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啊，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的 sin delta theta 不能当作零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delta theta 的弧度值，这个函数值啊，就马马虎虎等于 delta theta 的弧度值啊。Radians， 好，那于是啊，这个式子啊就变成这样子 ，An limit delta t up to zero delta theta over delta t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delta theta 哈。Delta theta 是 V2 跟 V1 的夹角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垂线，这里也做一个 V2 的垂线，两条线的夹角就是 Delta theta。 这个就是 delta theta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两个夹角，这两个线段夹角就是这个，而这两条线分别跟这个三角形的两个边互相垂直啊，它垂直于这个，它垂直于这个，那么这两个角啊，不是相等就是互补。互补就是说这两个角加起来要等于180度啊，现在两个都是那么小的角，不可能加起来是180度，对不对？那么它就是什么相等啊，相等，所以这个就是 delta theta。 好，那么我们根据弧度的定义啊，我们把这个当作是 r， r 叫什么？叫做这一个路径上面这一点的曲率半径啊 ，radius of curvature， 曲率半径啊。那么这两个因为很接近，所以一样哈、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弧长呢，我们称它叫做 delta s，delta s。那么根据弧度的定义啊，啊 ，delta theta 是等于 delta s over r 啊。好，那这个就等于啊 ，delta theta over r。theta，delta s over r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r 提出来，因为 r 曲率半径呢，那一点的曲率半径是一个定值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delta s over delta t。 delta s 是什么呢？是这一段路径的长，路径的长。好，当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的时候啊，那么 delta v over delta t 就是速率，就是它走过的单位时间走过的路程啊，那是路程。但是、啊、因为这个是无限小， delta t 小的不得了，那么你只能够从这里到这里，你没有时间再让你回来哈啊，再回来再去，再回来再去。如果能够又前进又后退，那这路径就不等于位移嘛哈。但是这个时候它不会又前进又后退，因为时间太短太短太短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它的速度的大小啊，就是这个这个就等于啊 ds over dt 啊。等一下我看看，这里还少了一个东西
这里少一个 V2， 少一个 V2。 好，那么还有这个 V2 呢，就马马虎虎等于 V1， 我们就设定它等于 V， 等于 V， 因为啊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这是 V1 嘛， V2 是我们做参考的嘛，啊，那么其实这也不是 V， 就是 V 啊，我们设定它，因为要设定一个这个 V2， 所以我们令它叫 V1。 事实上呢 V2 在这个时候就跟 V1 很接近很接近，那么就是 V 啊。那么因此啊，啊，这个 V 呢其实也是一个常数啊，我们就可以把 R V 提出来 ，limit delta S over delta t 也是 V， 它是速度的大小啊，就是速度的大小，它是速率嘛哈，就是速度的大小。那么因此它就等于什么？等于 V 平方 over R 啊 ，R 为曲率半径。曲率半径啊，好，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的 AN， 它就是等于 AN 向量，法线加速度的法线分量等于 UN 乘上 AN， 它就是 UNV 平方 over R， 这个要记住哈，这个太重要了，以后常常会用到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从这里看，加速度的法线分量跟什么有关呢？这个是常数啊，你那点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了，跟这个有关，曲率半径啊，曲率半径什么时候会有曲率啊，会什么时候会弯曲啊，路径啊，就是加速度改变方向的时候才会有弯曲产生，对不对？因此我们就说加速度的法线分量是改变指点运动的方向啊。好，我们这里写一下啊，它专门管什么呢？专管速度方向的改变，那个是速度大小啊，法线分量。那么也可以说法线加速度啊，速度的法线分量也可以说法线加速度，专司速度方向的变化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，很快举一个例子。
如果一个指点它的切线加速度等于零，法线加速度也等于零，它做什么运动啊？做什么运动啊？我们做题目不可以用猜的啊，不可以用猜的，你要实际上做出来。比如说 AT 它原本是什么 dv over dt 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等于零，那就是这个速度是什么常数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速度等于定值。好，那么 AN 它是等于 V 平方 over R， V 平方 V 是常数啊，它不是零啊，那这个分数要等于零的话，那一定是 R 要什么趋于无穷大，对不对？R 要趋于无穷大，就说一个圆如果它的半径是无限大的话，那会不会是一个圆呢？是一条什么直线，对不对？直线。所以它做什么运动啊？那我们这个你可以注明一下方向，所以指点做等速直线运动，知道吧？你要把这个条件列出来，讲出道理来，然后你再下结论呢啊！你不能用猜的，我们这里不是什么猜谜晚会啊。好，比如说我把这个条件再改一下，AT 等于 constant。AN 等于零，做什么运动？你还是照做啊，照做啊，啊 ，AT 等于 dv over dt 等于 constant， 那就是啊等加速。等加速运动，对不对？加速度是常数嘛，那就是等加速。好，再看第二项 ，AN 是等于 V 平方 over R。V 是某一点的瞬时速度，是个常数。好，它要等于零，那一定不是这个零，是这个要等于零。那么也就是说 R approaches infinity， 那是直线运动。好，两个合起来指点做什么运动？等加速直线运动啊，我们简单的写，所以是等加速直线运动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再做一个。
AT 等于零 ，AN 等于 constant， 就是切线加速度等于零，法线加速度等于定值。这是什么运动啊？还是一样啊，你要把这个写出来。速度等于什么？定值，对不对？速度为定值，好，这个要等于 constant。好，这个是 constant 的。现在速度是定值，这个是定值了。那整个要定值，那么 R 一定要什么？也要定值，对不对 ？R 也不能够改变哈，所以 R 等于定值。那曲率半径都一样，什么样的曲线曲率半径通通一模一样？圆周运动啊，是不是圆周运动？所以它做什么运动？等速，等速率，圆周运动，啊，所以这等速是指等速率哈。好，你们回去自己再想一些 case 啊，再想一些情况来做啊。回去一定要想啊，给你一个题目啊，你做完了，你最好把题目里头的条件变一变，求另外一个条件。那给你一个题目，你如果能够变五次，那不就等于做了五个题目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一个秘诀哈，你可以多做题目。多思考 OK 好，这个我们将来在谈这个圆周运动啊等等哈，都会用到。再来我们就看相对运动 Relative Motion， 相对运动。Motion， 我们现在看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指点 A， 这个怎么那么小声？O 点 A 点的位置， A 点相对于 O 点的位置叫做 RA。 好，点相对于 O 点的位置
好，另外有一B， 但事实上啊，它是 R B B O 的意思啊。两个指点呢、啊，我们都是对于一个相同的参考点来考虑它的位置。参考点 O 是共有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O 不要写，就写成 RA 跟 RB 就好了啊。如果 O 点不一样的话，你就无从省略啊，无从省略。 OK， 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B 点相对 A 点的速度，我们先看O 这个相对速度实际上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站在 O 点来看 A 点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 RBO 呢，就是你站在 O 点来看 B 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呢、啊、你站在 A 点它的位置可以写成什么？在 A 点看 B 点就是 RBA。 好，我们现在图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，你从向量图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等于这个向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向量就是它减掉这个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其实就是什么？因为这两个都对 O 点来看的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RB 减 RA 啊， RBA 是等于 RB 减 RA， 这个关系我们稍微记一记啊。好，如果我把这个方向改变一下，ROA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站在 A 点看 O 点在哪里。比如说一个同学啊，我另外有一个同学站在我的右边，站在我的东边，比如说啊，那他相对于我，就是我看他在我的东边，那么我相对于他呢，就是他看我，我在他的哪一边呢、啊、西边嘛，对不对？东边跟西边正好相反嘛，负号啊，所以你把这两个柱角对调的话，那么这要变号。好，那么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啊，这个加起来的 RBA， 它有一个规则，就是说这两个向量的柱角，这后面的跟这个前面的一样，那么就等于说啊，这四个排在一起，这两个在动中间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一样的东西忽略，就可以写成 RBA 啊， RBA， OK， RBA 是等于什么呢？ RB 加 RA 啊，
它等于 RBO 加上 ROA， 不是 RB 加 RA，RBO 加上 ROA， 但是这个可以写成 RB 减 RA 啊，这两个这个注脚这一组四个当中一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写成 RB 加上 RA， 这要记一记哈，这个是一种规则了，就是说我们看出有这么样的一个规则，你把这个规则记住哈。好，现在我们看，如果它的位置持续在改变呢，那就表示这两个指点有速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就看相对速度。我们把这个，因为它时时刻刻在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R。我们微分一下啊，这个也微分一下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VBA， 这个是 VBO， 这个是 VAO， 啊，我们顺便把这个也一起写一下好了。DRBO over DT 加上 DRAO。DROA over DT， 好，这个就是 VBA， B 点相对于 A 点的速度，就是你站在 A 点看 B 点的速度，你站在 A 点看 B 点的速度。好，那么它可以等于这个，这个就是 VBO 减 VAO， 你看这个规则跟这个规则一样，跟这个规则一样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 VBO 加上 VOA，也跟这个一样，于是啊，我们就啊也得同样的意思。得同样的规律，那就是 VBA 这个对同一个参考点来考虑的啊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写成，你先写这个哈，因为一个参考点来考虑，所以就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它也等于什么？你这个。好，这四个注脚一字排开，这两个相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VBA， 所以这一组的规律跟这一组的规律都一样啊，一样，同样的道理，加速度也一样哦，加速度也有一组啊哈。好，你自己回去把加速度这一组写到这里，你回去要写哈，回去要写，不要我叫你写，你回去都不写。那么我们很快的做一个例题好了哈。
好，我们说飞机，有一架飞机，它的驾驶员，他是把飞机要向北开，他看他的罗盘哈是向北，然后气象台告诉他，你那个位置啊，正在吹，那个风向是东边，它的速度是每小时，写错了，这个。我们现在要问，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，就是人看飞机，地面上的人看飞机，它的速度是多大？方向朝哪里？哈。这就是一个相对的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一套用上去呢？我们就把这个速度啊，也用这个注脚把它表示出来。首先我们飞机的速度是相对哪里啊？飞机啊，里面的速度只是150公里每小时，是相对什么？相对空气，因为它没有接触到地面嘛，对不对？它怎么知道对面相对地面是多大的速度？相对空气，所以我们就想，to。空气就是风了，当时就是风了，我们就把空气跟风看成一个，写这个，哎，风呢？风每小时50公里是相对哪里的？相对地面嘛，对不对？气象局测出来嘛，相对地面嘛，哈。求好了。哪一项？那现在你要求这个，这两个已知，那就等于说你要求一个向量的向量和，对不对？好，要求两个向量的向量和，怎么做啊？我教你们向量的时候怎么做啊？你先画向量图，对不对？啊，先画向量图。
好，那么飞机的大小是这个，在地面上的人看到，它的方向呢？把这个算出来，不要留一个这个符号在笔记上哈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